关于纳保法，你了解多少？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。这项新法主要是为了确保纳税者的权利，实现课税公平以及贯彻正当的法律程序。首先，纳税者所得在基本生活费以下将不再课税。生活费标准财政部每年会公告，并且在107年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就可以适用。先等等，你说的好像很有趣，我确实听得很生气。什么呼啦呼啦呼啦不课税，其实只是数学游戏。看看这张图，在那边东加西减，结果却是转个弯把我们小老百姓的免税额度吃掉。哼。另外，税捐稽征机关将设置纳税者权利保护官，协助纳税者进行税捐争议的沟通、协调以及提供必要的咨询。纳保官的姓名及联络方式将在网站公告，方便纳税者查询。丢丢妈的苦达赛，什么纳税者权利保护官？睁大眼睛看清楚啊，怎么都是国税局的人啊？原来在玩球员间才看的游戏，那这样直接判老百姓输就好啦，还搞屁？为落实专业审理，有效提升税务案件的裁判品质，行政法院应设置税务专业法庭，有取得税务专业证照的法官来审理。再来说说这税务法庭，听说这税务法官的门槛比考大学还低，甚至很多是原本的法官直接自动升级为税务法官，名字前面加了两个字就觉得自己好棒棒，所有税法一秒熟读一样，根本就是新瓶装旧酒，换汤不换药啊。新法的改革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障绝对是一大要进，租税正义为你在，租税人权站起来。应该是租税正义已不在，赋税人权片起来才对。